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鹿，欢迎收看本期小鹿情感姐姐。现在我国啊属于一个男多女少的状态，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万都不止。在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下，女性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而现实却恰恰相反，有很多女性却心甘情愿的被很多人老牛吃着嫩草。那么女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的选择嫁给一个比自己大那么多的男人呢？其实啊，在女生看来啊，自己要嫁的男人并没有老不老这一说，只有爱与不爱。想那么多的女生为了爱情，其实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只要感觉到了，年龄大一些也是无所谓的。这一点和男人很不一样，大多数的男人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妻子比自己大很多岁的。真正成熟的男人会给女人十足的安全感，遇到这样的男人，女人才会心甘情愿的被他老牛吃嫩草。所谓的老牛吃嫩草，不过是这个老牛比年轻的牛有更多的社会经验，更多的物质积累，所以才会让女人心甘情愿的被他吃嫩草。女人眼中年龄从来都不是一个决定爱情的重要因素，一旦他们认准了，他们是不会害怕流言蜚语的。所以说那些人到中年以后的男人不背弃你们还是有机会的，前提是你必须足够的成熟，有足够的担当。成熟男人对女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，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朵花，成熟不仅仅不是缺点，反而是男人魅力的所在。最后你是怎么看待老牛吃嫩草这个说法的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。本期节目到。